然后看到这题哦，这题它题目说用大小一样杆珠可排成正三角形和正方形和正五边形阵列，其规律如下图，好不好？还有些规律如底下这个图形，这样行不行？那题目后面又说了，已知 N 个杆珠可排成每个888，后面一长串东西，好不好？我先不要管，好不好？总而言之，我先搞清楚一个现象，现在有三个阵列，一个是正三角形，一个是什么正方形，一个是正五边形，麻烦你先把这个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五边形，把这三个阵列的规则性，把他们这三个阵列数列规则性找到，行不行？好，我去假设正三角形这个阵列，他们数列规则性我把它叫 AN， 正方形的阵列把它叫 BN， 正五边形的阵列把它叫 CN。老师，麻烦你先把 AN、BN、CN。把这些阵列的规则性找到，这样行不行？好，我们先看正三角形。正三角形来讲，你看一下，每边一个杆珠的时候，你看一下，堆一个正三角形，每边一个杆珠时，它用掉几颗？一颗。所以说，对正三角形而言，它第一项是几？一，这样行不行？那你看一下，每边两个的时候呢？每边两个，所以说每边各多，你看。是每边两个时，告诉要多几个，多两个出来，对不对？所以说每边这个三角形来讲，每边用掉两个的时候，还有所以第二项等于几？把第一项再加几个？两个，这样行不行？那每边三个呢？可见一个、两个，对吧？哈 ，OK， 三个有没有看到？行不行？行嘛哈，所以说第三项是几啊？所以每边三个时，把第二项开始再加几个，三个，有没有哈？去找出它的规则性嘛。那每边四个的时候，哎，你看一下，这是不是再多一个了？这边再多一个，这边多一个，这边多一个，所以每边四个的时候，你看一下，所以说我知道第四项。对吧哈，它成第三项再加几个四个，这样行不行？以此类推，按照这个规则性，老师问你第 N 项，对吧？可以写成第的 AN 加一项再加上几，有什么规则？你观察一下。所以说数列有什么规则？第二项这边写 2， 第三项这边写 3， 第四项会等于第三项再加 4， 有没有？所以第 N 项会得 N 减一项再加几 N 是出来了，所以说麻烦把 AN 算出来，怎么算？还记得吗？把它怎样？等号在中间，这样行不行？把左边加左边，右边加右边，但相加只会发生一个现象 ：A1、A2、A3、A4是消下去，所以消下去是这边只剩几 AN。对吧哈？那等号右手边剩几？一加二加三加四，这是加到几 ？N 行不行？一加到 N 有没有公式？有，写出来是二分之 N 乘上 N 加一，这样行不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第一个正三角形这个阵列来讲，它数列来讲是吧？叫 AN， 这样行不行？那其中 AN 的一般项可以写成二分之 N 乘上 N 加一，这样行不行？换句话说，老师举例，当边长是一的时候，它总共用掉二乘上一乘二，二分之二，它总共用掉一个杆珠。当每边边长是二的时候，二乘三六，二分之六，总共用掉几个？三个。当每边是三的时候，三乘四。12除2总共用到几个？6个。当每边是4的时候，4×5=20，20除2总共用到几个？10个，这样行不行？好，我们先把 AN 找到，麻烦你按一下暂停好不好？先把这 AN 给抄一下，老师马上要讲一下 BN 的好不好？所以说这边哦，因为题目量很大，所以说老师会讲一边讲一边抄好不好？一边讲一边抄，你还没抄到同学你就先按暂停，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再继续，这样行不行？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BN 这个数列的，这样行不行？好，老师想起不下一样 ，B
BN 这个数列是一个什么形？正方形。好，我们看一下，从最底下每边长是一个的时候，你看一下，对吧？啊，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B1 是几？一，可不可以？可以哈。再来 B2A 是边长是几？而两个的时候，你看这边加一个，这边加一个，这边加一个，有没有看到？所以说水平 B2 是几？从 B1 开始再加几个数来？三个，这样行不行？那每边长是3的时候，边长是3的时候一样，好不好？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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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总共加几个？五个，好不好？所以 B3 等于第二项再加几？五。B4 一样，等于 B3 再加几？你看一下，每边长变几个？变四个嘛，所以变四个是加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后面再加几？七，这样行不行？后面以此类推，这样行不行？老师想请问一下，所以说按照这规则性，第 n 项 b n 等于几？它等于前项再加几？来看清楚来，有什么关系？这边写20，它是写3；这边写30，它写5；这边写40，它写7。有没有看到？可不可以？可以啊，有什么规则性？看一下，三五七基本上呈现什么现象？等差。所以三五七呈现什么现象？等差。等差公差是几？二。公差是二就写二 n， 这样行不行？但是你看一下 ，n 用二代时，二乘二是几？四。而这边就有三嘛。n 用三代时，二乘三是六，这边写五嘛。所以说要把二 n 减减一就出来了。所以说你看第二项。等第一项加上3，第三项等第二项再加上5，第四项等第三项再加上7，是出来了，可不可以？可以哈。只要这边是一样，麻烦把 BN 算出来，怎么算？把它加起来行不行？等号在中间，加起来之后，注意听，一样，左边加左边，右边加右边，但是这左边 B1， 右边 B1， 左边 B2， 右边 B2， 是一直消下去。所以消下去这边剩几 ？BN 会等于1加3加5加7，这加上 2N 减1，这样行不行？基本上这形成一个什么现象？等差现象。总和是几？把首项加上末项是 2N 减1，乘以几个 ？N 个除以2，所以算出来是几 ？N 平方，这样行不行？所以说老师问你，其实哦，这个 BN 来讲，你看不出来，你就像老师慢慢算，这样行不行？你看得出来就直接的，因为它是个正方形嘛，所以第一项就1二平方是1嘛，第边长是20就2平方4嘛，边长是30就3平方9嘛，边长是4的时候4二平方16嘛，所以 BN 其实可以直接看，但你看不出来一样慢慢归纳也行，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哈，再来。好，我们再看一下 C N， 这样行不行？所以说这一样，好不好？你必须要把这个阵列来讲，把这个三个阵列 A N B N C N 把它找到来，这样行不行？好，我们看一下 C N， 它一样是几边形？正五边形。好，我们来一次推拿出规则。好，边长是一的时候，这图形比较不好画，好不好？麻烦你小心一点。好，这第一颗 A 1是几？抱歉 ，C 1是几？一。边长是2的时候，你观察一下，边长是20，这边多一颗，对吧？这边多一颗，这边多一颗，这边多一颗，所以说每边是2的时候，这样行不行？麻烦你知道多几个？多4个，所以 C2 等于 C1 加几？加4，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哈。再来，每边再多一个嘞。这边多一颗，这边多一颗，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哈。那这边呢？这边要多一个，对吧？这时候这边要多一个，再多一个，这样行不行？这边再多一个，这边再多一个，这边再多一个嘛，才每边3个嘛，这样行不行？
对不对？所以总共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少几个？七个，这样行不行？所以我知道 C 三等于 C 2加七七，那 C 四等于第三 C 三再加几？来，每边这是要几个？要四个，所以说就多一个，一个，两个，对吧？哈，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对不对？所以每边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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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嘛，它总共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不好？多了几个？十个，这样行不行？所以说以此类推 ，C n 等于 C 的 n 乘再加几？来看这边。所以说你观察一下有什么规则性？这一四七十，这四七十呈现一个什么现象？等差，公差是几？三，公差是三就写三 n， 但是问题来啦。C 是二的时候，这边是四，而我这边写六。C 是三的时候，这边是九，这边写七。C 是四的时候，这边是十二。所以说老师问你 ，C 是二十，这边是六，六要怎么变四？把后面减按减二就出来了。所以看一下 ，C 是二十，后面是不是四了 ？C 是三的时候，后面是刚好是九了。C 是四的时候，是后面刚好是十了，是凑出来了。好，按照这规则，麻烦你把减按。加起来，这样行不行？之后等号在中间，左边加有左边，右边加右边。C1 C1 C2 C2 C3 C3 C4 一路消下去，所以数老师可以知道 Cn 等于几？一加四加七加十，加上 3n 减二一样，这刚好形成一个什么现象？等差现象。总和是几？首项是一。末项是 3n 减2，首项加末项乘以个数除以几？ 2， 所以说写出来是二分之 n 乘上 3n 减 1， 这样行不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我 Cn 配等于二分之 n 乘上 3n 减 1， 这样行不行？好，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这个三角形、四边正方形它五边形的这些正列，这些数列把它怎样找到来了，这样行不行？好，找到 a n b n c n 之后，来，我们再来一次，好吧？题目说多少？他说哈，你观察一下，来，你观察一下，找到之后，题目说一句话，你看下面题目说什么？他说已知 n 个干珠。我 n 个干珠可以排成每边 n 个正三角形与正方形各一个，换句话说我 n 个干珠时，好不好？可以排成 n 个正三角形。好，我 n 个干珠可以排成什么？每边 n 个干珠的正三角形阵列。老师问你，当每边是 n 个的时候，它正三角形阵列会用到几个？会用掉二分之n 乘上 n 加一个干珠，对不对？所以每边 n 个的时候，正三角形会用到这么多个干珠。好，与正方形各一个，正方形 n 也边是 n 个，是会用到 n 平方，这样行不行？所以说，当我有 n 干珠的时候，我可以排成一个正三角形，那一个正方形阵列，这样行不行？来，第二句话。但如果用这 n 个干珠，好，我 n 个干珠可以排成多少？可以排成每边是 n 的正五边形。好，正五边形每边 n 个，总共用掉了二分之 n 乘上 3n 减一。所以说我 n 个干珠可以排成正五边形阵列时，还会多出几个？九个，这样行不行？所以说题目主要强调是观念。我同样是 n 个干珠，可以排成正三角形 n 个正三角形的一个和正方形一个，这样行不行？所以说我每边 n 个的时候，好不好？所以我 n 个干珠，好不好？是再一次 n 个干珠，干珠总共是 n 个，它可以排成每边是 n 个正三角形，每边是 n 个正三角形，它会用掉这么多个干珠，每边是 n 个正方形。它会用到这么多干珠，这两个相加刚好等于 n，
这样行不行？可以哈。再来，这也是一样，每 n 个杆珠可以用到什么？可以用到排成一个正五边形 ，n 个的时候这么多个，之外还要多几个，九个，行不行？麻烦你抓起来去求什么？求 n 和 n 是多少？这样行不行？好不好？可以哈。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写到这边的时候，老师问你，这两个其实有没有一样？有。所以说，说穿了，二分之 n 乘上 n 加一，再加上 n 平方，会等于二分之 n 乘上三 n 减一，再加几九，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这两会相等嘛？所以说，麻烦你去分母同乘二，好不好？所以 n 乘上 n 加一，加上二 n 平方，会等于 n 乘上三 n 减一。再加起18，好不好？把它爆开来 ，n 平方加 n 加上 2n 平方，会等于 3n 平方减 3n 加起18。写到这边时，你观察一下 ，n 平方加 2n 平方和这左右手边 3n 平方可不可以消掉？可以，对吧？可不可以？可以哈。那麻烦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来，把这边把它加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各位可以哈，来这边是抱歉 ，n 平方减几减 n 了哈 ，OK， 差一点算不出答案，对吧哈？麻烦你把几 n 移过来自己 ，2n 会等于18，所以说算出来 n 就等于几9，所以说算出来 n 是9之后，麻烦你把答案带进去，去把 n 给算出来，行不行？要带哪一个？带上面还带下面？带上面这个好不好？可不可以 ？n 用9带，9乘10。90除以2 45加上81，所以答案算出来是126，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哈，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好不好？这题蛮大的，好不好？看一下 ，OK。